什么你的世界没有我的世界，理想以为你活在现实，而我不进了理想世界。啊，第二段 verse， 我本来好屌。我是宝剑，是 Big Oli。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听杨和树的新歌《罗马》。这首歌也是他即将发行的新专辑的先行曲。我一开始以为先行曲是之前那首《杀死巨人》，结果好家伙，完全是一首没有听过的歌。所以今天一起来听听看，《罗马》，杨和树。开头这个采样应该是某部老戏剧的片段了。自从贝贝那首《筹码》之后，妹的编曲经常采样一些老电影老戏剧，我觉得这种采样是蛮适合杨和树的。有人嫉妒，有人觉得我不配，首先谢谢各位，是16年上好声音留下的原罪，不够地下，这哥们不够前卫。你说的对，从一开始活死人跟我针锋相对，他不过是个跟风的嗅到的香味，每个也不想让我这种人成功上位。当整个世界怀疑你，你能不怀疑吗？很难不，但时间加起来没超过1分钟。有人容易成功，有人继承种种名号，但虚声中成长的故事也得有人阐述，是最有难度的魂类游戏。由于一次次失败，绝大部分人会逃避，只有最顽固的玩家让你五神就范，通关后无法平复，整个屏幕一出的成就感。男子带个诱，不一次次尝试怎么吃盘子里的肉。我是自带加一点的臭，你没仔细看透，所以没有发现。什么叫做没有遗憾？他后面这几句 wordplay 玩得好帅哦，篮子带个右，拆开篮子，单独拿出右部首，表达任何有难度的东西都需要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尝试。而自大加一点的臭，也是把臭字拆解成了自大点。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他这句话非常的有画面感，就是自大的人本来就不讨喜嘛，如果他再自大一点的话，那周围的人都会非常的嫌弃他，而嫌弃的表情就像是看到屎一样，臭。所以这句话蛮有画面感的。然后他这段无古典的阿卡贝拉，然后树的整个节奏感也是非常稳的，而且给我的感觉不同于以往他玩空拍的那种急促，他这一次反而唱得非常的松弛。我是自带加一点的臭，你没仔细看透，所以没有发现秀。什么叫做没有遗憾？就是灵魂在这部躯体里做到了全部，不是技术或是头衔，虽说也必不可少，但是是与你产生的共鸣才成为你的年度。问问我给车车拜没拜过年，问问我给爱奇艺塞没塞过钱。抱歉，老子这么那些时间我在录音棚里睡觉，健身房里过新年。如果这些对你都还不够启发，如果来自中产就不能算白手起家，如果在我身上你只看到黑色，那我只能推测你没睁眼或者他妈你瞎。说不被眷顾那是骗人，但是在这之外才是值得你研究的。这座罗马城并非能一天建成，是老子花了他妈20几年修的。我好像第一次听杨和树挂电，他这个电挂的有点脏。这里设计很帅，嗡嗡，这个罗马用音效来做。是养活自己，从来不靠家里的，但并不是你眼中那种街头罗马画笔的，是见过世面，同时也是念过书的罗马执政官，跟上层上流意大利的。因为差异肯跟你想象中有差异，只是有文化，但并不代表我是文化人。我可以天使戴面具跟你没话找话题，也可以做个暴徒像高学历的本拉登。习惯了说话不过脑子考虑，提醒我的工资到现在还没到。这句太凶了。从小我就跟同学们聊不下一起，听老师说你闭嘴，现在轮到老子教育你。他们想做 IT， 我想做 TI， 他们想做会计，金德清或是 EY， 可是就我这德行更适合做外衣，所以我打开浏览器太闭，搜索太闭。一开始只想赚钱，那是没有选择，但现在有了钱，有时却更想选择没有。我明白了，写歌对我来说是艺术行为，并不是为了能够火出圈的行为艺术。曾经我觉得我得杀死巨人证明自己，可现在想通了，我只要向我自己
这一段用了回文念。你的世界没有我的世界，理想因为你活在现实，而我活进了理想世界。哇操！哇，第二段 verse 波波练好屌，比第一段要屌。在你眼里出现的是他妈凯撒。第二段 hook 处理比第一段要好哎，它有一种慢慢静，然后用一段什么凯撒，整个情绪会比第一段好。Yeah, OK, 这首罗马作为杨和苏新专辑的先行曲，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了，就是 hook 部分我觉得差了点感觉。首先整首歌妹的编曲依旧是为杨和苏量身定做，充满欧美史诗为审判感的伴奏，对于这种风格我觉得杨和苏基本上已经吃透了，所以在 words 部分无论是杨和苏的听感 flow 的技巧还是他 wordplay 的运用，我都觉得非常的帅非常的爽，特别是第二段 words, 而且整首歌他的发挥真的非常的游刃有余耶，即使是在用一些非常狠的词去表达自身的态度，但就是在听感上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我反而觉得这样相比那些扯开嗓子更加能感受到歌手自身那种自信的感染力。而这次的 hook 部分他的电挂的有点粘，就是带点失真的感觉，应该是想尝试一下 Kanye West 玩 tune 的那种质感，但是 Kanye 挂 tune 的话他的伴奏也会处理的有点失真，以达到人声和伴奏整体听起来是粘粘的旧旧的融为一体的感觉。杨和苏的电粘了，但他的伴奏不够粘，所以因此听起来像是两个音轨隔开了很远。如果 hook 用原声通过声 key 来散发那整个情绪的话，那这首歌就可以回到以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感觉，这样做也会非常的保险。但很明显杨和苏和妹估计不想再走老路，所以特意设计了这样一个 hook, 我觉得作为一个先行曲这样大胆的尝试是 OK 的，更何况这一首并不是他们觉得最屌的歌曲，所以也是十分期待后续的。那么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你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这里是 WeGoT,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